好，这边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1号，8月份很快就过去了。说真的，很多人在8月份里面并没有赚到钱。8月份总共涨了162点，我们的会员荷包满满的，大概应该是全市场真正吹牛没有算，真正赚最多大概就是我们的会员。当然你一定会想说，股票这么难操作，那到底要怎么做？每一天盘面打开都是涨涨跌跌，起起伏伏，类股也会轮动，到底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够成为股市赢家？我想我今天就用今天节目来告诉大家。好，那我们讲之前先了解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人叫达文西，达文西是谁？达文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军事家、物理家、数学家、发明家，他什么都会就对了。他还发明战车，他还设计图、建筑，什么都会，这个非常厉害的人叫做达文西。达文西是一个意大利人，达文西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简单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复杂，这是达文西讲的。达文西讲这些话，同时有一个人呼应他，这个人叫做，你一定认识，他叫爱因斯坦。好，爱因斯坦说什么？爱因斯坦说，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很简单就把它说清楚，那就表示你没有完全明白。所以一个多空趋势分析师必须很简单把它讲很清楚，让投资人都听得懂，那这分析才真的看得懂多空不然就是鬼扯吹牛。好，当然股市多空很难判断，每天多空看法都不一样方向相反，价位一致我要买台积电100块，你要卖100块，方向相反，价位一致，叫做成交。大盘每天成交目前1000多亿这1000多亿卖出来，这1000多亿买进来，这1000多亿才会成交嘛。买的人看多，卖的人看空，所以永远市场看法都不一样，没什么好奇怪的那为什么同一档股票为什么有人看法会不一样？真正只有一个嘛，对就多就多，空就空，为什么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股市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你懂了你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财富，因为不懂的太多了。好，那我们说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很简单把它讲清楚，就表示你没有完全明白，强调这个简单的道理。好，通往梦想的道路越简单越快乐你越简单才能够越幸福。做股票也是一样，你就很轻松把它看懂，你就会很开心那如果你一天早上起来看7份报纸，然后盘中一直盯着所有的资讯看，每一个消息不漏够，晚上看美股看到2-3点，你睡觉时间都很短，投资朋友，那最后你也没有做赢，把生活搞得太复杂了这都不是赢家的做法，没有一个赢家是这样过日子的。如果你是这样过日子，你就是输很多钱，还在股票市场里面打滚，找不到正确方向的人才会这样做。好，所以我们是通往梦想的快速道路是很简单的很快乐的。好，人的生活就是要，人生就是要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我想每一个人都想了，问题就做不到嘛。要怎么样做到？做到你就可以达成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一眼变多空。这股票一看就知道多头格局、空头格局没有什么模糊地带的，那我想你就很开心很快乐，懂意思吗？那这就是我要教你的方法。好，懂跟不懂就像一座桥你在这边不懂这个台北桥在这个三重的人不懂没关系，走过这座桥到台北你就懂了。那只是很多人这座桥走了10年、20年、30年，甚至走完一辈子人生都还没有把股票搞懂。那我希望很多人你是我的粉丝，你一天就懂了下一次你看这空头格局、这多头格局，你不会买错。好，做股票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就是买的安心，抱的放心，不要晚上睡不着、失眠、很痛苦。尤其买到套牢股票如行心如影晚上都睡不着买的安心，抱的放心，卖的时候才会开心这是一连贯的动作做股票要赚到钱、赚到时间、赚到生活品质。如果你这三个没有同时赚到，你赚到钱，你时间牺牲了，你的生活品质牺牲了，你整天都在股市，那个没有用。你赚到你也没有钱花而且过得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很轻松，一眼变多空，你才能够赚到钱、赚到时间、赚到生活品质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股市想要赚钱的人不少但是能够赚钱的人却是不多。为什么不多？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在股票市场里面他就很难怎么样能够真正赚到钱。那我举一些股票做例子，你看它是跌了快50%，那我们说怎么样一眼变多空，看清楚它是空头格局你就避开了嘛，你就不会买它嘛，
你就放空它嘛，你爆的时候就很放心嘛，卖掉就很开心嘛，懂意思吗？好，那怎么判断这股票是空头格局？有没有看到答案？这个是没有答案，这个是有答案。哦，原来这么简单。对啊，这没有答案啊，这就是答案了。反压很沉重，有没有？那股票就掉下来了，懂意思吗？所以不要去买这种反压很沉重的股票，这叫空头格局的股票。趋势在空方，就是空头格局。好，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你的好朋友在哪里。好朋友就是红色、粉红色的。所以你看刚刚你看到很多敌人，有没有？蓝色、绿色是敌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很多敌人，股票就掉下来了啊，懂意思吗？所以这种股票就不要去碰它。第一个要知道好朋友在哪里，敌人在哪里。好朋友红色、粉红色，敌人蓝色、绿色哈。要知道一档股票多空强弱支撑压力，来，你再看一次，这叫什么？空头格局，对不对？所以你去买它，你就会赔66%。这个有没有看到很多反压？有哈。所以你去买它，你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样懂意思吗？啊，这些钱就变成你赔了，你就晚上睡不着，啊，愈想心愈硬。所以做股票其实不困难，你缺一个什么东西？缺一个客观的操盘工具而已哈。好，那我们把回到盘面来，今天来。我们看怎么来看股票哈。好，今天的格局是什么？今天是多方控盘，目前涨16点。好，那我们说今天看到先看到自选股啊，这是我上个礼拜演讲跟大家介绍的股票啊，亚太、新巨科、敦南、佳能、联光、达能、橘子，今天这两档又涨停了哈。好，那我们说股票怎么判断？很简单，我来教你判断，你不会，我教你，你就会了。我们先看看重量、成交值排行榜的股票哈。好。F1 自选股里面按啊这个空白键，它会跑出这个画面。好，那移到上市这里，有没有？这是涨停板的股票啊，像郁金光，哦，今天又涨停了哈，哦，看一下郁金光好了。郁金光今天又涨停板了，来进来888就进股神系统，它被关紧闭还是涨停板？那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跟你讲郁金光要翻多了？你再回想一下哈，哦，哪一天？就这一天，8月22号，你去看 YouTube 的重播带。看我没跟你讲，郁金光三线已经在连走，模拟分析它要翻多了。当时多少？这边有啊，407，有没有？当时的股价407块，407哦。当时8月22号，你去看 YouTube 看我们讲，这冲波带也翻过了。今天不是407，今天是547，啊，有没有翻多上来？投资朋友，所以跟你讲，会翻多的股票就会翻多，有没有？来3019，亚光也是一样。你看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要翻多？在这里27号嘛哈，在这天7月27号，你去看 YouTube 有没有看？我没跟你讲，这已经翻多了，当时63，来今天多少？还被分盘交易，今天127，又涨一倍了。所以股票上有的是机会，你千万不要放弃啊！我这股票的套牢不理它了，没有必要。股票重点是你还存多少钱，你不要想那档股票啊，我宏达电买1200的啊，现在跌到560，我怎么买？你都不要想这些。重点是你这些股票能够换成多少钱？你能够换成300万，你如果让你的300万变成600万，这才是你要思考的。或许有些股票股价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一辈子都不可能了，你就不用再等它了。就像你的女朋友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女朋友在一起很多年，后来她嫁人了、生小孩了，变成老欧巴桑了。你觉得她可能再回到20几岁嫁给你吗？不要做梦了，没有那种事的。等下辈子也不一定有机会了，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想，再想这些都没有用啊！原来你的漂亮的小姐已经变成老婆上了，你还希望她变成24岁嫁给你吗？不可能了，不要做梦了。所以股票一样跌下来了，你这股票你户头里面还有多少钱？当我把这股票卖掉，还可以拿到多少钱回来？拿到300万没关系，当时1000、2000不要想了。现在你户头是300万，如何帮它变成500万、600万、800万？这才是你要思考的。就这样而已，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同样来看看成交值排行榜哈，你要有这样正确想法，你才能够做赢股票。好，我们再按一次空白键，成交值排行榜。那我们看这些股票，来，请看，来电脑，好，好，联电多头格局，这我演讲的时候也讲过了哈。好，新光金多头格局，从6.1块啊，6.01翻多，现在9.55啊。台积电高档盘整啊 ，GIS。多头啊，曾经一度要跌破，但是只有破一线，最上面是破哈，要出现买进讯号，要出现第二个买进讯号，然后把它推上去了哈。那目前股价在高点，股权相对啊没有那么强，所以这态势不会太强，会涨，但是态势不强，多头，但是不是很漂亮的多头。OK 哈 ，GIS
我在这一天一定有讲，不然你自己去看 YouTube， 看我这一天有没有讲。这一天，哎，这一天翻多，这一天7月12号的 YouTube 我一定有讲 ，GIS 翻多了，你自己去看有没有哈。好，郁金光刚讲过了，创意啊，这个讲太久了哈，这股票已经涨一倍以上了，因为下档低档有很多买进讯号，对不对？当你看到很多买进讯号，你想到什么？你们看到很多买进讯号，这里是120块啊，这一波最高的涨到230。当你看到很多买进讯号的时候，你们想到张一鸣跟你讲的股票的概念，什么概念还记得吗？好朋友出现，红色粉红色是你的好朋友。来，请看股神图，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红色粉红色是你的好朋友？它有没有大涨一波？有哦，这就是红色粉红色红色粉红色好朋友的意思啊，就在这里，懂意思吗？所以你懂着这样的方法跟技巧，你就会做赢哈。好，创意智邦。智邦有一个、两个、三个反压、四个反压，所以这四个反压很严重。它要突破，它必须用长红棒。你看，刚好今天九一号，它用长红棒来突破这个反压，反压81啊，今天最高来到 86.6， 目前84，所以它已经突破这个反压了。不突破，你要同时要三线翻多，有没有？有啊，它就是翻多了，懂意思吗？哈，它不要再跌破81，就是多头格局啊，就这样判断。旺宏啊，这个减持之后持续啊跳空往上涨哈，金鼎。啊，这一阵一度跌破再翻多，但是你看现在股价创新高257，股神线这么低，跟当时这里落差很大，所以这是多头弱势的多头。他是不是一个男人？是啊，但这个男人啊，那个像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我看他来背甘蔗很厉害，甘蔗100多斤，咻，肩膀就起来了。哦，爸很壮，180公分，我才178啊。爸爸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啊，但是你看有些男人就很骂咖了。懂意思吗？所以这股票是不是多头？是，是不是强势的多头？不是啊，懂意思吗？好，茂联，你看这反量有没有重？哦，天哪，这你看这反量多严重！所以它用怎么样？一大堆买讯，加上这个红棒来突破这个反量，有没有看到？有哈，那目前也翻多了，这是电动车概念股哈。好，鸿海我已经讲过，鸿海整理要找卖点不找买，你看整理快20天了哈。好，成龙啊也翻多哈，翻多这一天我一定有讲，不然你自己去看 YouTube 看我这一天有没有讲这一天哈。6/8/7一定有讲哈。好，目前两多一空啊，这个态势不是很强。华邦电也翻多了哈，这个我也有讲过哈。好，凝聚也翻多哈。好，小面板比较机会哈。彩晶也翻多，涨一大段上来，从8.25块涨到12.45块，到目前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大力光啊，多头态势不强。金国光哇，很漂亮，强势的多头，43.8了，有没有？待会44啊，记得叫发口讯卖出去哈。好，太强了。有讲哈，太漂亮了哈。好，联发科好，我就先讲到这里好了。所以我们说股票有没有一眼，张以明有没有一眼断多空？有啊，我跟你这边啰哩吧嗦的吗？不会啊。多空态势有没有很明确？强就强，弱就弱。所以你做股票就像这样，你再看刚刚的郁金光好了，我们再看一次郁金光啊，金国光了、啊、好了，你看一下，你看呢、啊？呼，天哪、啊！投资朋友，当你看到这么多买进讯号，你会去怀疑它、犹豫吗？你看这态势这么强。你就不用怕了，懂意思吗？所以操作股票就是这样而已哈。好，光耀科是不是多头？是啊，很漂亮啊，有没有？非常漂亮的多头哈。好，亚太这多头格局啊，没有错啊，懂没有？只是啊，这个我69.5块卖掉，现在65块，昨天跌到好像607的样子哈，六一几啊？我们看一下啊，昨天跌到六一点七，我69.5卖的。所以很多人说张海明的操作真的太神奇了哈。很多人都这样讲，很神奇哈。好，那我们看说股票很简单，你就是要一眼变多空，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成为赢家。所以什么股票都一样，这一看就知道大花脸，反压太沉重不能买，是不是？很简单，这个呢，哦，漂亮漂亮漂亮，不用怀疑它了哈。好，这个呢，为什么张海明可以金国光赚10块，34买44卖，有没有？34买的 call 讯，44块卖掉，34块买的 call 讯，339算34，44卖掉，有没有？这边44普通会员。你要碰到很多分析师骗你，很简单，他一定用假的 call 讯。怎么讲？设一个没有人的等级，像张爱民普通会员啊，普通特别总统啊，最近有单股双股，其他以前我不知道单股双只有3种啊。那有人会弄一些很特别名词啊，什么特一、特二、特三啊，你叫他特别会员，结果他发出哎特别会员啊，我哪没这支，我怎么没有这支？哦，你是特几、特一、特二买的啊？我再缴钱100万参加特二，明天发出来变特三买的。那还是没有，那没有，我在缴钱参加特三，明天发出来特四买的，你都永远没有，这叫骗。
啊，分析师会让人吐口水，就是骗，骗太凶了，太离谱了哈、啊，不想好好学操作，只想好好学啊骗术去骗投资人，非常糟糕啊！我觉得台湾这个行业啊，做可怜呢，投资人更可怜啊，被骗到实在是哈、啊。好，金狗冠啊，就这样走哈、啊。好，多头格局我刚才讲过了哈、啊。好，那我们说这辆股票卖掉了哈、啊，四四卖掉，三四买的漂亮，赚10000也放了口袋。好，亚太赚9.5块放口袋，60买69.5没卖掉，刚刚讲过了哈、啊。好，这个call讯都有，你自己去看哈、啊。这是啊，这边有哈 call 讯啊，69.5也卖掉了哈，这边是8.29哈，这时间都有11:35这都有哈，买进的 call 讯啊，买进的 call 讯啊，在这里有没有啊？亚太有没有60块买进？这是8月25，所以一定有哈，没有遭到了有没有？有了哈，买进的 call 讯，亚太有没有卖出的 call 讯？买进是60哈，60，8月25卖出的 call 讯。8月29有没有亚太在这里69.5也卖掉、啊、所以张一鸣在股市里面都是玩真的，真刀真枪，没有什么骗人的啦，下三滥的我不搞这一套。所以很多老师我看不起他，为什么？你都搞那一套下三滥的骗投资人，我跟你站在一起我觉得很可耻。很多人说张一鸣你的大宇投顾怎么很少分析师到你这边来上班，我都玩真他们都玩假，他怎么敢来？还不简单就看他的得力啊，懂意思吧、哦、好，所以你看假的分析是怎么样，不敢去演讲，去演讲会被打死。真的分析真的绩效敢去演讲，我们的会员你看每个会员来都很开心，你看这笑多开心，高雄场笑得好开心好灿烂、啊、赚了钱举手、哦、大家都举手好开心啊、哦、台北场最多了，这将近100人赚了钱举手、哦、每个都举手好开心啊、哦、投资朋友，你什么时候看到一场演讲收费的哦，会员1000块，会员2000块，这么多人来，还脸上洋溢着这么多笑容，为什么？你们说问为什么？赚到钱吗？要为什么？将近100人来哈，好，为什么？一张就20000了，啊，正常买个10张就20万进张，普通我也买哈，好，你看他们当然很开心了哈，心疼随便哈，这个都是哦，啊，亚光金我刚刚讲过了哈，好，从7月19啊到8月29，刚好40天，78.3元，78.3什么意思？买一张就赚78,300。会员不会参加，参加会员不会买一张，买一张也不会参加，10张最起码赚783,000。你看他们会不会充满笑容？如果你哦，你看你这样，你会不会充满笑容？我看你笑到嘴巴都歪了，很开心对不对？很愉快对不对？这才是真的，其他都假的，懂意思吗？这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生活，快快乐乐过日子，这才是我们讲的嘛。我刚跟你讲，你可不可以轻松快快乐？当然可以啊。那如果你这样的方法跟技巧，你告诉我你会不会做到？你可以做到这样的境界？当然可以啊。投资朋友，股票难不难？不难。方法找到，一切就变得很简单哈、哦。好，记得看张一鸣 YouTube 的要按哈、哦、要第一个按赞，第二个这边按订阅，这样就对了、哦、因为定期收到我啊 YouTube 的讯息啊，这样比较轻松哈、哦。第一次看我的，记得。加我的 ID 哈，用 LINE 去加朋友啊，用 ID 码加小老鼠 A 两个都要，小老鼠也要 A 也要25006999，这样就可以了哈。好，跟着苍蝇找到厕所，跟着蜜蜂找到花朵，跟着亿万赚千万，跟着乞丐变要饭，你要变什么你自己决定，你绝对可以自己决定啊。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操作的，很简单，跟着我动作就可以了，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或者是直接把一套股神系统带回家就可以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绩效为根，专业是我们的责任，诚信是我们的理念，帮您避开投资陷阱，多空双向操作，创造最大利润，精准掌握股市脉动，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致富专线02-2500-6999，02-2500-6999。